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你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你说出来，我帮你找。是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那他是你什么人？是我态度不好，这还用问吗？你这像是接受别人道歉的样子吧？你看着了吗？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无耻！我们曾像早晨的蝉一样软弱，翅膀是湿的，叶片是厚厚的。我们年轻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不想知道，只知道梦会飘，会把我们带进白天。累了吧，一路上过的人。你还在找他？我真佩服你，都这么久了还不放弃。只要有一天没找到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回来也不打算招呼不够意思啊？你这干嘛？上车。你至于这么着急吗？这是一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，算我麻烦你。你怎么回国了？成家立业了。你认了？就想先来看看你，我这还忙着呢。我这辈子就这一个人，你高兴就好了。你三更半夜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我舍不得。我知道什么事是我该做，什么事我不该做。对不起。你能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吗？来学校是干嘛的？是学习的。你和他说白了就不是套路的人。我希望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现在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分手吧。如果我不同意，以后我还会有别人陪着你，一个更好的人。就算抵抗我也不会同情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心里还有我吗？哪怕就那么一点儿。说出来，也许你也不会信。我从来都没忘记过你。一秒钟都没有。
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一次？就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。你好，朱一龙。你好，白宇。